不要挡住他哎。可以一下下。登岛高原，我们来啦！已经下雨了，拜哦，爸爸写好，写下申请书 ，OK，拍好了。你要拍车车哦，那你给镜头看一下你的上课证。上课证五号。五号上课证。拿起来。拿起来，靠近镜头。好。还有一个车的熊熊。熊熊，熊熊要陪你去了，是不是？陪你开车。好，这边就是教室哦，等一下要上课。要小声一点。要看那个教学带。みんな、ようこそ、ジェットドライビングスクール。うわぁ、不可以这样子。对，不可以这样子。爸爸都没有，爸爸也没有。哇，好。
最后呢，假如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请欢迎订阅、分享及点赞哦。下期见，拜拜。